看照片，那个结婚照拍得有成功，真的。在拍婚纱照就是要有阳光、树林、大海、大自然。对啊，就我看到他结婚照超羡慕的，娶到林志玲哎，跟林志玲。是有一张真的修的超像林志玲，有几张？李友，请问你为什么想要来参加网络行销旅游班的课程呢？我本来完全不会网络行销，也从来没有架设过网站。那我希望我可以在短时间内学会网络行销最有效的方法，让我的品牌跟产品可以透过网络让大家知道，甚至可以卖到全世界。哦，这五个礼拜的收获非常多，就算透过网络的国界里啊，人与人的合作是更重要的。透过团队的伙伴相互合作、互相拉拔跟推荐，我学到了。那针对专业知识的部分呢，我学到如何运用 Weebly 的架站平台，然后我学到了如何什么是网域，如何拥有自己的网域，我学到了何为电子报系统，电子报系统的用途，还有经营部落格的好处跟技巧，还有 Facebook 的粉丝专业跟社团的应用，跟 Google 分析器的作用跟使用的方法是怎么，还有什么是书签网站，书签网站的用途有哪些呢？还有有效的使用跟经营我们的知识家的方法。哦，我学会了如何快速的架设精美的网站，然后我学到了如何有效的运用电子报，我懂得如何经营跟使用个人化的部落格，然后我让我的产品的销售业呢成功的上架，我还成为知识家当中的我的产品的那个高手。我是风水，我当周的风水高手。我学会了透过书签网站增加我的文章的曝光度，让我的品牌在网络上产生搜寻的效益，打响我的知名度，增加网页的浏览率，得到最有效、最精准的目标客户群，让我的业绩有效成长，收入倍增。那我很希望呢，想要做好网络行销的客人的朋友呢，也可以一起加入我们 IMT 网络行销旅游班的行列。网络行销旅游班，赞！